还好啦。第三次为什么人这么多？看一下。一群在钓沙鼠。
你有没有？对对，
到鸟叫声。我还接住，我扛过去。嗨，来了。我这里还有一只猫在等我吃鱼。对，我三天也是遇到它。哦，这个三年前我就遇过它了，它还活着。很久没有遇到它了，最近又遇到它，后来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遇到它，要钓小鱼给它吃，钓不到。是哦。那时候它已经跑掉了。它现在已经吃了十几回了。我要超度帮它处理一下，然后喂它吃啊。来呀来哟！你超度哦！来来，来来，烤底的。哎呀，中这个嘞！好了啊，他钓一条下去啊，超度，对啊，来这边超度邮票没有收集到，是哦，哎，没啦，哎呀，哎，这边来者是客，应该你是客吧？客啊，我流感的那个，搞流感的了，哦，是哦。走一带，哎，走一带，嘿，放，说。会咬，会咬啊，有啊，真的吗？来来，
天的钓友就如上啦，钓友有来啊，还送我饮料喝，不错。今天虽然很热，小鱼超级超级多，但是还是很快。好啦，那如果遇到那只猫的话，记得喂它之后的鳍剪掉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